叉车现在有时间没有啊？没有时间是吧？从1994年到北京，一直做服装，工厂现在就是加工厂，就是小加工厂。18号晚上着火，19号早上8点钟就接到村里面的通知啊，说叫你们泥巴搬家，就限制3天之内。但3天之内，说实在话，我当时就给他打回复了。3天之内我们都不知道找的什么地方去，搬在什么地方，还比如说找房子，都很盲目的。上的损失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损失就是，休息的，就是说没有生产，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来来回回就少的说也是几万块钱的损失了。当从北京出来就是相当失落了。也就是说彻底离开北京了，就这种想法。就心里面是相当的那个不好受，知道吧？在一个地方生存那么久啊，习惯了，你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的，去适应这新的环境，很多不便。我村里来了好多租服装厂的，没有租的就别租了，已经租的请搬走，这不让干。嗯，要是有就业机会，咱们也不会千里迢迢上这来，然后让他们把我们赶得东奔西走的。疏解我们这种低端人口，要引进高端人口。但是我不知道这低端人口是什么人，高端人口又属于什么人？咱们从2008年北京欢迎我们，到2018年北京驱赶我们，这就是我们一路走过来的辛酸。我听得了啊，一百一万三，就一个晚上啊，就一个晚上，你说心疼不心疼啊？你看看我们大老远的跟老板过来，也想着干点活，你看看。如果这个村子来了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其他政策有变动，我们就准备关门回家了。就是我就希望当地政府能接受我们外地务工人员。因为我们就出门在外多不容易，是吧？我就是说希望这个政府呢给我们一定的地位来做这个在外面打工有这个地位。